昨晚午夜12点一过，本地有3个家庭迎来国庆宝宝，包括张慧贤和刘永峰夫妇提早2个星期降临的第一个小孩，他在康生医院出世。另一个国庆宝宝在主角妇幼医院诞生，体重达4.1公斤，母亲诺法拉经过20个小时的等待，平安让宝宝出世。第3位是国庆宝宝在伊丽莎白诺维纳医院出生。